迎收看《爸妈囧很大》。亲子要沟通。您家里的家事今天做完了吗？今天是谁做的呢？传统观念上，我们好觉得家事好像似乎都是要由女性来担任，当然现在不一样了。今天晚上我们就请到了好几个家庭，这家庭当中丈夫来做家事，而且甚至是一手包揽家事，他们的家庭会不会变得更加可爱呢？我们来看看。随着台湾双薪家庭增加，男性也开始从职场走入家庭。过去四年，台湾家庭主妇人数成长1.7倍。行政院研考会调查发现，约86%的受访者认为，不管家庭内外，所有工作都应该由男女一同分摐。在传统性别观念方面，有80%受访者不同意丈夫是一家之主，妻子应该尽量听从丈夫的说法。有60%受访者不同意男性的责任是赚钱，女性的责任是照顾家庭及家人。另一调查中发现，有8.34%的受访者认为，现在女生工作能力比男生还强，若埋没在家庭中，只当个家庭主妇，实在是太浪费人才了。有超过92%的民众认为，男主外女主内已经太落伍了。就像未成名前的李安，因为无戏可拍，曾经待在家里6年，向妻教子。而你是那个能接受女主外的新观念，还是觉得爸爸就应该撑起家庭的经济大权呢？为什么我爸爸在家工作哪里不好？穿着围裙也别有一番风味啊。不会啊，有新好女人就有新好男人，在家里带小孩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当然可以啊，像以陶晶莹跟李雨仁为例，我们女人当然是可以赚钱养家，不一定要靠男人啊。不要，结婚不就是为了让女人更多一份薪水吗？问我结婚干嘛？你的老公是人生新好男人吗？你的爸爸是否比妈妈家事做的还多？我的爸爸好贤惠，洗衣煮饭一把照。我知道我接下来的观念一定落伍，不过还是要问一下，我们在场还是不是有些男士是认为男人就应该在外面拼事业，家事是留给女人来做的？你觉得你还有这个观念的，请答是，好吗？还有没有人有这种观念，男人就应该在外面拼事业，家事当然是女人来做？我们有22位的年长的朋友，还有2位年轻朋友。我希望你们是按错了，不过还是要问一下。3号，你还有这个观念吗？嗯，其实我觉得男人就是要出去外面打拼啊，回来就已经很累了，那总是希望说另外一半事情都先帮你做好。哦，今天是你家里的妈妈在场，哦，你是听你妈妈说话还是听你爸爸说话？这个因为爸妈其实都会做，可是会觉得说。男人做事就不觉得这样好像很娘的感觉这样。妈妈呢，你认为是男主外女主内吗？我觉得在家庭应该是看家庭的状况哦，可以的话应该是要互相的体谅。互相体谅，对。看来你这儿子活在上个时代啊。好，我们再看看18、19、20号。我想问一下20号先生，您看起来年龄是比我们年长一些。你认为是男人就应该在外面拼事业，就是传统。传统，那家事谁来做？家事都在夫人在做。你做不做家事？不做。那你们家里的一切的事情都处理得很好吗？因为我都差不多在外面，我回来蛮干净的。所以把你伺候得很好。可以。好。这就是你理想中的爸爸吗？接近了。好，阿福，你们是现代的夫妻，我们看到的是你们两位现在显然是不同意这个观念。对，在你们夫妻家，说说你们家里的经营方式，谁来做家事？我先报告一下我一天的行程好了。好，我早上6:30就要起来，然后因为我孩子还小，大概4个多月而已，我要起来喂奶，喂完奶之后就准备要出门上班了。上班完，中午没有，你还要洗奶瓶。哦，洗奶瓶，对，忘记了，他提醒我了，还要洗奶瓶。那这时候他还是在昏睡的状态啊。然后中午就回来，可能有时候要回来家里做菜，有时候是买便当回来。然后中午我要利用空档的时间去洗小孩子的衣服，因为小孩子衣服每天都要洗。然后我又要出去工作，工作完晚上回来，可能又要买饭回来，然后我要洗我们2个人的衣服，还有帮小孩洗澡。对，要分开洗。对，然后家里我要拖地，然后最后
可能留下一点点时间，我可能可以喝个啤酒，然后看个球赛，然后在睡前，后面还有很多事要做。对，因为在睡前还要陪老婆聊天，不然他就说你时间都没有给我。没错，大概天天如此。那请问你忙什么呢？哇，因为我觉得女生天生的比男生的优势还要少一点，就是女生体力比较不好。那就是女生生完小孩之后呢，需要坐月子嘛，那加上我又有点过敏。皮肤有点过敏的现象，譬如说，你说洗衣服，如果晾衣服就会晒到太阳，那我皮肤就是马上过敏，真的啦，这是真的，就会过敏这样。然后你说煮菜，可是厨房又很热，如果待了一下，然后过敏马上又会发作。对啊，所以我需要好好的休养，尤其是生完小孩之后。他做家事过程，你完全就躺着。我可以你躺得下去啊？可以啊，因为我觉得男生天生体力就是比较好，所以多做一点是应该的。好，在太太生孩子之前，你们家是谁做？还是我？而且在她过敏之前也是我。好，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以过敏当成一个分水岭。可是男生体力比较好，你不是也认同这个说法？洗碗不用太多体力吗？那你做家事做的心得如何？觉得心得有没有乐趣？哦，听起来很忙碌。乐趣哦，乐趣完全没有。但是我很感谢我父母了，因为以前我爸妈很爱干净，所以家事都是他们在做。那现在为人父母，就是会想起以前的种种。对，其实他是我可以讲个小故事吗？其实他应该是现世报，因为我记得我真的。你们两位的观念，你觉得是家事应该是现在是谁做？我觉得就是尽量男生做，尽量男生来做。我们就听一些在场的男士们，他们基本上可能都是身体力行者啊。我们听听他们怎么说法。哪一位愿意觉得自己在家中做家事做的最多的？哪一位？你们今天好几位来宾看起来都是一副乐衷于做家事的样子，笑得很。我从你五号开始吧。你做哪些家事？我做的从洗衣烧饭带孩子都做了。都做了。爸爸主妇当上瘾，妈妈在家当女王。我们家有一个小小的开心农场，爸爸在我们家的阳台弄了一个小菜谱。其实我不太会分辨青菜。爸爸做菜是讲求速战速决的，就是还会吃到盐巴这样。不，我能问一个问题，那尊夫人比较会做什么？做脸。你做哪些家事？我做的从洗衣烧饭带孩子都做了。都做了。这个事情要从我小时候讲起。因为我是家里的长子，然后所以小时候就会帮妈妈去做一点比如说洗饭，不是洗饭，洗米烧饭。但是我只会洗米啊，因为小男生嘛。然后因为我妈妈小时候在我小时候啦，我妈妈还有帮人家带孩子，所以我也很会抱孩子，所以理所当然的结了婚以后孩子就大部分都我在照顾。所以我打赌太太回家的时候一定已经做好一顿晚饭了。通常是这样子。好，你最拿手的菜是什么？最拿手的菜啊，这个其实我不太会分辨青菜。这个就算了，是吧？是，只要是绿色就可以吃这样。我会分辨几样，比如说番薯叶啦、芹菜这几样我会分辨。太太从来没有挑剔你吗？也没得挑剔了。哦，反正就是很高兴。你的女儿在这边，对不对？说说爸爸在家里面的情况。爸爸在家就是跟他讲的一样，就是洗碗啊，洗衣服，然后。煮饭都有啊，然后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说，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小小的开心农场，爸爸在我们家阳台弄了一个小菜谱，然后里面种了地瓜叶。他不是说他不知道青菜怎么分吗？确定他种的是地瓜叶吗？然后就种地瓜叶啊，然后每次就是等到那个地瓜叶那风
就是丰盛的时候，然后爸爸就会很开心，然后就说：“哎，我们家地瓜也可以收成了耶！”然后就拿来煮菜或是炒在饭里面等等等之类的，这样。每天爸爸做晚饭，而不是妈妈做晚饭，这跟我们很多时候看到的电视剧或情节照片都不一样。大家强调母爱，好像都是母亲端出一碗饭来，端出一个，你会不会不习惯？每天都是爸爸端出一些热汤热饭来。不会，因为就从小就开始吃了，然后有的吃就好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是妈妈来煮的话，反而会觉得说不习惯。哦，真的。嗯。好，爸爸在家里做家事，而不是妈妈，你觉得带来最大的好处是什么？我觉得爸爸做菜是讲求速战速决的。嗯。然后所以说，有时候盐巴就是还会吃到盐巴这样。然后像前天啊，平常就是因为爸爸做菜其实算好吃啊。然后所以说我在吃的时候就很放心，每次都大口大口就吃下去。然后可是结果前天我在夹菜的时候吃下去，吃到一开始的时候是觉得说有一点沙沙的，然后再后来再过一秒钟是满口都是那个咸味，然后我就吐出来，然后吐出来的时候还看到说上面那个菜上面还有盐巴，然后我就跟我爸讲说把那个盐巴还没有煮散。不，我能问一个问题，那尊夫人比较会做什么呢？做脸。这个做人吗？共同的问题啊，我们总是老是搞不清楚老婆在做什么。对啊。我们再问一下后面的十二号爸爸，你做的比他多吗？我可能没有他这么优秀啦。那大概一般洗字辈的东西，比如说洗地啦、洗衣啦、这个洗车啦、洗狗啦，还有这个洗菜啦，还有最重要是洗小孩、洗人啦。我女儿是从她出生开始帮她洗澡，一直洗到她小学毕业。那这个是一个你可以跟，虽然是男生跟女生有差别啊，但是我们妇女就是借由这个管道变成非常的亲密，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。阿福刚刚情况是因为太太在坐月子之后，无论突然之间过敏，成了一个家里很重要的话题了。所以，你是家事是怎么开始的？我的状况是因为我以前是职业军人，所以通常都是有假日，就是等于说假日夫妻、假日亲子关系这样的状况。所以等到我休假回来在家的时候，那就是这些家务事我就会主动的去做。这是补偿还是惩罚？这个。不能说补偿也不怎么，这是心甘情愿去做的，所以应该不能说。好，尊夫人在旁边吧，来告诉我们一下，旁边老公你是在真的是心甘情愿做，还真是要惩罚他？平常都不在家，去家做些事情。其实哈，做家事是很好啦，因为可以促进家庭的气氛，家庭的和乐。而且他刚刚讲了说洗之外，其实他是我们家很好的一个车夫啦，尤其是我妈妈，因为什么事都会叫他，就是跑银行啊、买菜啊、上超市拜访亲友啊。那还有就是有一次我们长辈来家里就说，这个军官在军中都是指挥别人做事，可是一回到家怎么老婆小孩一下叫他做这个一下叫他做那个，就有点怎么不一样了。家中的总司令是你吗？对。妹妹先讲吧。这样子的家庭你觉得乐趣在哪里？妈真的是看起来分得这么好吗？真的分得很好，我觉得他们非常的自然，就是好像也没有特别说谁一定要做什么，但是谁比较擅长做什么就去做。像爸爸有些事情，比如说他不会煮饭，那他就不会踏入煮饭这个领域，但是其他能够做的事情他就会做。那我也觉得说比较好的事情是，爸爸虽然平常不在家，可是假日回来，然后他帮我洗澡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聊天，然后聊很多事情，然后。就是他刚刚说，就是他帮我洗澡，洗到国小毕业。然后大家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说，我刚才想问他洗到什么时候呢？我听得还想吓一跳，有点。对，就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，怎么可能洗到国小毕业？你都发育了吧？对。然后可是我要讲一件事，就是我记得大概我五六年级的时候，然后就开始有一点发育的时候，然后他帮我洗澡，他就会唱一首歌，他用伦敦铁桥垮下来的旋律唱说：“小贵奶奶蹦出来，蹦出来。”你有跟别人讲这事吗？
我以前很害羞，不太敢讲这种事，然后只有跟一个很好的朋友讲过，然后今天大家都来了，特地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才这件事情。所以你们家里真是和乐融融，你觉得父亲母亲都是做的，你们两个做什么的？大概就是管自己的辖区吧。你们不做家事？自己的房间要做好。姐姐会啊，也是会，嗯，因为像一般扫地啊，就是一个礼拜一次。那因为爸爸都是假日才会回来，嗯，所以我们都会一起做家事。嗯，那像在以前都会还小，所以根本不知道做家事是什么，那都一定会很讨厌，为什么要蹲在那边擦地，腰快痛死了。嗯，所以说爸爸就会以比较有趣的方式，譬如说他就用脚踩着抹布，你看我站着也可以擦，哎，为什么一定要蹲着擦呢？他们两个家事有没有发生过争执过？觉得这个家事不是我该做，而是你做的。虽然两个有分工，有没有听过两个争执过？争执是会因为做不好而争执。谁比较龟毛？当然是妈妈，妈妈是走精致路线的。对，所以像晒衣服，妈妈会要求到把每一个，因为你从洗衣机拿出来一定很皱嘛，那她会要求到把每一个皱的地方都拉平，不然说你干的时候一定还是会是皱的嘛。所以在这方面，爸爸就完全无法做到妈妈的要求，所以说他就自动退出了洗衣间。所以我问一下太太，也要问一下丽琴，老公做家事，你们究竟满不满意？我不满意耶。像例如他刚刚说的那个，就是洗衣服，然后明明其实就是在晒的时候你可以拉一下，然后衣服就是收的时候干的时候会比较整齐、比较干净。可是他也是啊，他都不拉。我跟他讲过很多次，还是每次收到都是那种菜干的感觉。因为我以前不会洗衣服啊，都是我妈洗嘛，所以我印象中看电视是甩一下就可以掉了，所以我都是甩一下就掉了，是因为这样子。所以你做家事，他经常会挑剔。对，会挑剔。我觉得这个问题就问了，然后我就请教我们的专家一起加入了。男人做家事是不是经常会越帮越忙？如果您觉得会是的话，请拿圈，好不好？男人做家事会不会结果经常会是越帮越忙？27位的家长跟10位同学，家长这边可能认为真是如此。李老师，这个是我们给所有的女性朋友的一个强烈的建议，就是说绝对不要觉得男人、老公、男朋友做家事越帮越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就找这个理由，他就不做了，哈。所以你一定用爱的鼓励说，没有关系，你这个衣服晾起来像咸菜干，哈，下一次嘿，我们晾起来像丝瓜布也可以接受，哦，然后朋友可以。鼓励他呢，可以把他越做越好，而不要说你地都擦不干净，那他就哎，老爷就去沙发上怎么样喝啤酒看足球了，对不对？可是刚刚大家讲的一团和乐，其实啊，基本上很多的家庭呢，他们还要面对的是很强的社会上的压力。比如说，问你们在座的男生哦，以及你们年轻的啊小朋友哦，哈，你替你的老婆洗内裤，在阳台上晾她的内裤，而且还不能晾得像菜干，对不对？哈，要在那里拉扯啊，对不对？哈，尤其啊，有那种蕾丝花边的啊，很难搞，对不对？甩一下就可以了。OK， 你的邻居会不会用异样的眼光看你？而你会不会因此，然后就觉得说失掉男人的威风？一个大男人怎么可以去老婆洗内裤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下次就不做了。这一种很妹妹嘎嘎的事情呢，其实是家庭争执的很大的理由，绝对不像各位挑好的讲。现在不是在选举，不用挑好的讲。不，李阳老师，我比较难问这个问题，因为我不知道谁有蕾丝边的内裤，我也不好问这个问题。女生不是都很爱这种内裤吗？对不对？举手举手。我来问一下爸爸们，我们就刚刚经过了3位爸爸，你们有没有帮太太或者女儿去晾过他们的内衣？那你会不会有李阳老师这种感觉？你家庭邻居会尤其是内裤。而且要用手洗，对不对？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说那个内衣裤不能丢在大的洗衣槽洗，因为会感染嘛，或者是会怎么样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用手洗。你们做这样的事情吗？是吧？我爸爸有没有压力？没有压力啊。你会被邻居笑吗？没有，我都挑夜深人静的时候去晒，所以没有压力啊。可是等一下，你曾经有过压力，因为我记得，之前他就是帮我洗贴身衣物，可是我记得那时候有个算命跟他讲说，你千万不可以帮你太太洗
会晒睡。对对对对，然后晒的时候还不可以从那个头上不可以经过那个内裤，这样说什么会很衰，事业会不好这样。对不对？是不是？这是不是就是不要让男人做家事讲出来的一些借口？对，没错。因为讲这种话的绝对是男的，算没错，真的。对啊，根本是借口，对。王老师，其实我们这个四五年级生哈，我觉得。这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非常认命了啊。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男人真命苦，我们非常羡慕那个20号的那个长辈哈、其实他叫做既得利益者。做这些事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一件事啊。刚刚那个提到说洗那个什么贴身的衣物呢，我跟各位报告，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主卧房的这个浴室里面，我们还特别买了一台小洗衣机啊，非常小的 mini 的洗衣机，这就是我个人专用的啊。那么我的太太有什么需要，我们都透过这个小洗衣机啊，那由我亲自操刀。可见我们的主任还是在避开说，对不对？啊，他要在他的卧室里面很私密的进行这个事情。不会，我晾衣服还是要到外面了。哦，那你晾的吗？我只要是能够找回家，都是我丢垃圾。丢垃圾那个是都觉得男人体力比较好，对，没错，因为不，因为我每次进电梯间啊，我发现啊都是女生，只有我一个男人啊，而且更有点尴尬的是他们都是菲佣啊。嗯，会做家事。有些男性可能要去除他们心理中的一些这些障碍啊，一些所谓自我尊大的心理，我就问一些男生有没有这些障碍。我想请十一号爸爸。没有。哇，到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话，晚上会洗碗，然后假日的话就会洗衣服啊，或是早上煮个咖啡啊，吃早餐啊，然后擦地，对。那这个分工是你自己心甘情愿的，还是被太太指派的？因为在工作中一样会有这个乐趣在。是乐趣在哪里？做餐点的时候哈。你可以想象今天想要做什么样的料理，都可以自己去随意的去变化。然后全家的话在一起用餐的时候，就会评论一下，哦，今天餐的好吃啊，还是不好吃啊？尤其是料理的部分，我觉得我爸爸很厉害，就是，他还会自己做面包蛋黄酥。节日的时候，他都会做蛋黄酥或凤梨酥，就是送给亲朋好友，然后还有给我们家人自己吃。就料理的部分，他很厉害。那妈妈在家里做些什么工作？我们还需要？妈妈就也都会一起耶，就他们就是共同分担一些家庭的事。我觉得她还蛮乐在其中的耶，就是感觉她做的时候就都还蛮开心的，有脸带微笑的感觉。你如何把家事乐在其中？为什么你愿意去做？因为以做餐点来讲的话，生鲜的好蔬菜，你不可能每次，因为青菜的话，你用炒的或用烫的。或者清煮的话，每一种的口感都会不一样，那你就中间会去学习说，哦，有些事情的对应，对每一个人对应，对，都会不太一样。十一号，我感觉在我们这边的，我们位置不是刻意安排的，你距离后面的20号观众只有一排之隔，但你们两个的思考却差了好几个世代，对不对？很对比耶。为什么你能够做的跟他不一样？你觉得为什么你能够做一个愿意做家事的男人？基本上还是乐趣为主了，因为在上班的话哈，压力蛮大的，然后回家洗洗碗的话哈，就慢慢磨啊，哦，觉得有泡泡的感觉。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话的大部分都是他做的，我做的部分大部分都是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洗碗跟假日而已，所以基本上太太还是做的比较多的。所以你们也是用这种假日分工法？对，上班分工法，跟12号是一样的，就是部队不要我的时候，家里要我，是这样子。20号爸爸，我来再问一下，你是不是小时候从来不做家事的？是。那你觉得我们现场有很多年轻人该不该做家事？应该分担。应该分担。这个时代不同了。所以你的观念。因为。所以你承认你错了是吧？并不是，就时代变了。在变了，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说内裤的问题，现在说些什么一甩一甩就好了，那个真的甩一甩也不要去拉平了。
就是像塑胶作品，不像以前的那个布料，一定要拉平。嗯，这是我看到我母亲啦、啊，我老婆在做事的事情。嗯，所以我感觉现在应该是这样做了。所以你提的也有道理，也许是现代的科技跟男女的职业方式、生活形态我们改变了。谢谢您的见解。我再问一下，我再问一下我们的十四号，来，十四号爸爸，你看起来是一个有点严肃的人啊，但是其实你做不做家事？做。做多少？告诉我。除了洗碗之外什么都做。为什么不洗碗？因为我太太回来晚上，她只有她晚上下了班嘛，吃晚饭，吃完了以后她唯一做的家务事就可以帮忙的就是洗碗了。因为其他的事我全部做完了。其实你可以做，你是故意让留点给她做。哎，对。幸好老爸家事一手包，却故意留碗盘给太太洗。Oh no！ 你看起来是一个有点严肃的人啊，但是其实你做不做家事？做。做多少？告诉我。什么？除了洗碗之外，什么都做。为什么不洗碗？因为。我太太回来晚上，她只有她晚上下了班嘛，吃晚饭，吃完了以后，她唯一做的家务事就可以帮忙的就是洗碗了，因为其他的事我全部做完了。其实你可以做，你是故意让留点给她做的。哎，对。好。那所以说，你家里是因为太太很忙吗？因为十几年前开始，她是公务员，那十几年前开始啊，就是遇缺不补啊。公家机关预缺不补，他每天晚上都要弄到七点多才回来，他回到家都很晚了。你如果说像买菜烧饭啊这些东西都不可能做了，所以我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，我是做业务的，我就会把早早的把事情弄完，我五点多我就会回去，就去买菜，然后回家烧，那他回来的话大家就可以吃了。那吃完了以后呢，他就负责洗碗，这是他唯一的任务。或也有些男的可能会想说，为什么太太不换个工作，在家里，或者不要做工作，在家里做家事？我曾经有叫他辞掉，不要做。哦，你有这个考？我跟他讲过，而且曾经还弄得不愉快。我叫他说你辞掉，我说我的收入，家里面是绰绰有余了，不需要你去做。那他说，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女人要有她的经济独立自主的这个权利啊。那他说，而且我是公家机关，我的退休金将来也还不错。所以他坚持不肯辞，所以就也没办法，还是让他做。那所以说呢，家务事大家有空就谁有空谁就多做一点，没关系。所以你是勉强接下了家务的棒子。我在吃的这一方面来讲的话，是我本身自己的兴趣。我爱吃，餐厅饭店吃完回去以后，我觉得他的那个菜不是很满意，我就自己回来再就改良一下，自己再做。然后全家在一起吃。您刚刚提到的时代变了。你也自己也挣扎过。要不要同意太太去外面工作奔波？我虽然不愿意，我也不高兴，但好吧，我来接手家事。做丈夫的该不该有这个概念？我绝对反对。你还是反对？我觉得男人，我觉得家里面的经济支柱应该还是在男人身上。你做家务事，不管你做多少，你一定要在是家庭的这个经济主要来源。这一点我非常坚持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第一点，我们男人这个你挺起胸膛干嘛？是是，这个我们。这个过去就是一直中国传统就是这样子嘛，男要主外的，你不能说今天要把主外的这个义务把它抛脱掉。那说真的，不是因为你自己龟毛吗？因为我爸爸是处女座，就算我们也会帮忙做家事，可是擦碗啊什么，他就会觉得跟没做一样，所以又再做一次。但爸爸刚刚听爸爸刚刚讲起来，他做这个家事有一点点的心不甘情不愿的。可是
那可能他有强迫症吧。真的，妈妈也是很乐于做家事人，可是他就是会觉得，嗯，根本衣服没洗嘛，哎，地板还是没擦，然后又再来做一次，那我就觉得，嗯，我们做过了，然后就想说，哎，算了，就让他去吧。那既然他那么爱做，是爸爸家事，其实爸爸家事其实做得不错的。因为他处女座很有洁癖，然后就是家里都会要一尘不染。如果说现在妈妈不做事了，回到家里来做家事，你觉得爸爸会习惯吗？应该不习惯吧。所以到底你要什么？我觉得哦，他有一个底线，对不对？十四号爸爸哈，就是说，哎，男人还是要扮演那个养家的，绝对不能像李安这样七年的时间在家里怎么样？对对。照顾孩子没有工作给老婆养，这个他是受不了的。可是帮忙做家事，他觉得是 OK 的。这个恐怕是现在很多爸爸的观念哈。那我们想要争取的是什么呢？有一天呐，我真的觉得说我这么适合在外面工作哈，那我的老公或者我的男朋友可不可以在家里帮我带小孩？因为自己带一定比什么保姆啊什么带好很多，而且亲子关系会很亲密，对不对？我们应该把它推到这样的地步。我不晓得年轻一代的可不可以接受这样的观念，就是那个十四号爸爸不能接受的。我觉得在家中的话，主要还是交给专业了，谁负责哪边是比较擅长的，就交给他 ，OK 的。哦，这个很选举语言。来，我听一下他们的爸爸，你怎么讲你们家里的分工情形？煮饭呢、啊，洗衣拖地这一方面哈、啊那个还有维修一些这个这家电呐、啊，大概都是我的事情。做菜煮饭。做菜的话就是，我是北方人呐、啊。就面食方面的话我负责，啊，那我那人是南方人，所以这个。饭的方面的话，饭菜方面的话，是我那人在负责。啊、哦，洗衣服是你洗吗？洗衣服也是我洗。倒垃圾是你做？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好，一直都如此。结婚以来就这样子吗？结婚以来就是这样子。爸爸他是比较体贴啦，那他也是急性子，那嫌啊、有的时候要洗碗，我还没去洗，他就已经洗好了。他是对家庭很照顾啦。那他人现在都说心好男人嘛，那我觉得爸爸是资深好男人。资深好男人。他一直这样子，结婚以来都这样，他就是说，他对我的承诺都没有改变。四号妈妈，你讲讲看你家里面的情形。今天你的女儿也在这边，你家里是家事是谁做？我们家大部分家事是我先生在负担啊。那大概原因是有三个，第一个是结婚前啊，结婚前我妈妈就特别交代我先生说，我这个女儿就是会念书啦，其他家事她都不会啊，你要多担待一点。那她到现在也都有做到了。那第二件就是我生完我这个女儿的时候，就生了一场大病，从那个之后她大概家事就都有她来做。那第三个理由就是我就是说我的工作也比较就是要比较早出晚归，所以说他也担待我。那其实他也常做很累，也会说其实我不喜欢做家事，要不是你身体不好，我可不想这样做。他应该不是因为你身体不好吧？他每次都说就是妈妈每次都是越帮越忙啊，做什么都会做更烂，他还要再重弄一次，所以干脆就想想看你记得爸爸做家事的样子。就有一次。爸爸那天就是比较累啊，他就说就是请妈妈帮我洗个衣服这样，然后我就哦好啊，然后就去洗，然后洗完又隔天爸爸就暴怒说，为什么白白的衣服都被你洗成粉红色的，他在搞什么东西，以后都我自己做就好了，你不要做了。对啊，所以就东西之后就爸爸都尽量能不让妈妈做不让妈妈做。来，旁边的三号妈妈，你家里面的老公都也包办一些家事吗？除了生孩子不会之外，其他的几乎都是在做。为什么是他？因为我比较不常在家，当然不是做坏事啊，这个是家庭，这是家庭的经济嘛，大家互相嘛，然后也是因为他的时间上比较自由一点，所以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，然后他对小孩子的照顾比较贴心，所以很多事情都他自己在打理。让爸爸做家事不是很好，为什么？因为我爸有一个坏习惯。他就是整理东西的时候，他会把所有的东西
就是用眼不见为净的方式来整理。好，你的东西今天可能放了一整桌，它可以让一整桌的东西全部消失，可是那些东西一定还在这个空间里面。嗯，对。那也许是他爸爸是比较就是说，我不希望看到家里不干净不整洁，也许这是在军中已经习惯了。然后东西真的是收的让我们找不到，我常常会为这个事情打工。嗯，我要找东西找不到，会有这种现象。有位先生爱做家事，你的家里的，你觉得你们家里的凝聚会不会比较强？你们家里的情感会比较快乐？嗯，在整理收回东西的时候一定会。一定会，因为全家人都要出动一起把东西整理回去。没有错，观察一下，好像跟处女座的人在一起还不错。对，有洁癖的人都一起做一个。但是呢，最怕是碰到哪一种，个性上是处女座，但做法上不是处女座。因为常常我会在家里，正好要喝啤酒，打开听到那个声音，哇，很开心。要看电视的时候，这里怎么脏脏的？哦，他会以住饭店的方式来命令服务人员说：“这里怎么脏脏的？”感觉他不是住在这个家里面，是我住在这里，我必须去打扫啊。就是，做家事的时候，他会对很多事情很挑剔，但是他不会做，就是事情还是必须我来做到完美这样子。可是我是要提醒你说，那里脏掉的时候要擦一下，对，因为你没看到。你要不要问一下旁边你这位先生，他的星座是什么？你什么星座？我也是处女座的。哇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找老公要找处女座的。爸爸没有洁癖耶。你会不会觉得你的工作是在家是对男性来讲是缺乏成就感？因为虽然我在家有做家事，但是实际上我的工作可以在家完成。那因为我一方面在教书，所以可以是兼顾的。但是做家事还真的比较没有成就感。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男士，我们必须讲，好像几乎都是有其他的工作。除非他们真的是已经退休，他们今天只是说他们乐于或者是来兼顾他们的工作，所以我们讲的回答并不是百分之百那种完全接手的。两位朋友，这是姐妹，对不对？姐姐先讲，你们的家里面是爸爸是完全接手吗？还是只是也兼顾而已？就是已经变成是完全接手，就是所有家里的事情，然后洗衣啊、烧饭、煮菜啊，然后遛狗啊，还有擦地板啊，然后晾衣服，那所有任何你想得到的家事都是爸爸在做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开始其实是两个人互相做，然后本来爸爸不会做，后来妈妈就教我爸爸怎么煮菜开始，然后爸爸煮的比妈妈好，甚至还会就是妈妈煎鱼煎到烂烂的，然后爸爸煎的都非常漂亮那种。然后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妈妈就觉得说，那以后什么事都给爸爸做好了。然后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现在看到，就是因为一开始我家里就是家里都是爸爸做，我会心里不平衡，我会觉得说为什么妈妈都不用做事，因为那时候还很小，然后就是会问爸爸说为什么都是你做，那妈妈咧，妈妈在干嘛，为什么都不用做事，就会跟妈妈发脾气。可是到后面其实时代已经变了，我就觉得说其实男生体贴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，然后也加上这样子也对我们也比较好。像爸爸很体贴的是，我会便秘，然后可是他就会知道我喜欢吃什么菜，然后每次那一道菜都会在出现在桌上，然后不然就是炖鸡汤啊那些来给我们补。所以让我觉得还蛮感动。家里中有个慈父在啊。对，他是真的很温柔体贴，然后脾气也很好。然后可是小朋友你，小朋友你做家事吗？会啊，就是小时候就是因为看到爸爸都在爸爸做的话，然后我们都会就是我就觉得说要帮忙。所以其实我以前小时候就很独立了。就不会让爸妈担心，然后也会帮忙做家事。哦，这个倒很好，所以鼓励你的老公做家事，连带着连你的小孩都会做家事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一举数得的事情。一定要连带。那你的父亲有没有工作？爸爸有，他在做服务业。然后妈妈可能就是比较临时，就可能要送货干嘛，他就有点像业务那一种。妈妈那时候教爸爸做家事是计划性的吗？不是啦，那就是只是就是觉得说肯定是中计了，对，对，肯定是的。他想说怎么爸爸可以学这么好，然后那既然这样就他就轻松一点，然后就日子久了日复一日，然后就觉得说那就给爸爸做了，他就不要做了。你爸兼顾得来吗？其实可以，可是有时候像他，我回到家可能凌晨了，然后他会累到就是水啊，就是在煮茶的时候忘记关火，然后不然就是累到看一看电视，然后电视在开着，然后被子也没盖，然后电扇也没开。那妈妈没有回来吗？妈妈睡觉啊，睡觉了，去睡觉了，睡觉了，因为他们没有睡在一起。
很夸张的是，因为我家的那个房间会掉那个壁癌。然后我爸睡的位置刚好是在墙壁那里，所以他就睡客厅。为什么？哦，很多家庭会叫妈妈去睡那个位置。所以妈妈是睡这边边，然后爸爸会睡那种掉下来。那你在你们家里面，我问一下妹妹好了，在家里面谁的地位高？爸爸还是妈妈？妈妈。妈妈地位高。嗯。是因为爸爸做家事，所以妈妈地位高吗？就妈妈本身就比较凶，所以就占优势。所以你觉得爸爸做家事是心甘情愿的吗？一半一半吧，可能有时候还是觉得不平衡，但是都不会说出来这样子。哦，所以是被妈妈训的。嗯。哦，洪老师，那这个情况又是什么？你要不要再问他们一下？其实我觉得那个我们在看家里的一些分工的问题啊，我是觉得还是要用一种比较就是平衡的眼光啦。啊，所以平衡眼光就是我们叫人尽其才嘛。啊，谁在某一方面真的是有比较大的贡献啊，那一块呢就交给那一位去承担，这样子我想应该是也蛮符合经济的效益啊。嗯。那另外一个就是说，所谓的平衡就是说，不是说因为他做得好就全部给他做啊。其实我们现在刚刚大家都有提到，现在很流行叫双生雅家庭嘛。啊，其实我也蛮鼓励，就是说我们以前就是好像男要主外，但是我们现在好像有时候会有另外一个思潮，就是说好像是不是男生就回到家庭了，全部都不要到外面去？其实这样又好像有点就变得有点好像是矫枉过正了哈。所以我会觉得说，不管是我们过去希望女性要出来，那我们现在也希望就男生不是完全从职场上面啊撤退回来啊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，刚刚有提到说爸爸妈妈做家事，可是好像孩子不一定做。有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程序一定要兼顾到，就是要教。我们刚刚听到那个好像妈妈有计划性的啊，教爸爸做家事，就青出于蓝啊。那很多爸爸妈妈就是说不能接受孩子做家事，因为做不好啊，做不好，而且搞得越来越糟，就是因为你没有教啊。所以一定要循循善诱啊，这个开启家庭的烹饪班呢 啊，或者是洗衣间该怎么样操作，这个要好好的教。哎，说话。我的爸爸他比较特别，他也希望我们做家事，那我们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实在做得不好，那他来教变成又都是他在做。那么爸爸在做家事方面也会有获得很大的成就感的时候，例如说他在烹饪的时候，他擅长北方的面食，特别是炸酱面这个东西。那么只要是举凡亲朋好友邻居，今天没带来呢。没有，好像没有准备。下次要准备。OK， 没问题。那吃过他的炸酱面，都会排队抢着说还要再吃。所以爸爸在这个上面获得很大的成就感，他也会觉得说，哎，做家事越来越带劲。那你们都把亲朋好友找过来，吃我的炸酱面这样子。所以爸爸会做家事的男人，会不会影响他的地位？相反的，我认为会受到尊重。很多小孩子带朋友到我们家嘛，都是后来都吃过那个爸爸做的那个食物啊，都说好好吃啊，就说哎呀，以后我们找的先生像王伯伯这样子就好了，啊，不晓得到哪里去找啊。你不会嫉妒吗？不会啊，我以他为荣。而且他越做越好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还有我们的十号，来说说你自己家吧。听完之后到现在，你觉得你将来要找个什么样的男人？我吗？我希望另一半是会做家事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他在外面是有工作的。那因为我觉得做家事是一个家庭大家一起分担，然后如果另外一半做的话，他有心就好；如果没有做好没关系，就是两个人互相帮忙，然后跟孩子一起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像我爸爸做饭非常难吃，可是他每天都做饭。可是我跟我弟弟就会，他都会把所有东西加在一起，然后我跟我弟就会吃一口，然后互看了一下，然后我爸就会马上问好不好吃，然后我们两个就说哦，那个肉还不错，然后后来妈妈回来一吃就说哎呦，这怎么这么咸，然后我就说不要这样，爸爸做了一个小时哎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有心比较重要。对啊，像我们家有那个花园，然后像爸爸他每个礼拜都会去除草，然后他大概半年都会去砍一次树，所以我觉得男生有心就好了，这样就好。我们现在听哦，也听到一些流行的名词叫做家庭主夫。你能不能接受？我能接受，但我还是希望他有一个正当的工作。对，男人还一定要他的战场在外面。
对啊，我可能也是因为从小这样子看爸爸妈妈，然后自己就很想成为职场上的女强人。然后如果以后另一半能帮我分担家务，会还蛮开心的吧。五号，你的爸爸今天在这边，你呢？你能接受吗？我能接受啊，就是我会觉得说，如果说未来另一半就是在职场方面能力比我差的话，就是他就在家就好了，然后我出去工作。但是我会还是比较希望说，就是我们就是是双薪家庭，然后但是又是说两边都是帮忙做家事这样子。你会不会做家事？所以你大概就只能去找那个会做家事的老公了。而且我算蛮懒的。懒得做。他被骂的时候会做家事，被骂的时候会做一下。我爸爸，你的自己的感觉，你自己做了很多的家事，你觉得不管上一代了，在他们这一代的将来的男性应该怎么扮演家中的角色？打仗外面还是在家里面待着，还是怎么兼顾？你告诉我们你的想法。我的想法是将来一定都是双薪的，然后一定都要共同分担家事，共同去分担家庭的经济来源。我觉得将来应该都是走这个趋势。家庭主妇你能接受吗？家庭主妇我也能够接受，因为现在大部分工作不好找，这个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。所以男人应该要去学做家事，那迟早搞不好有一天这就是你的工作了。对，男人应该学做家事，但是我发现今天其实我原本以为是我的问题。因为像我做晾衣服也是随便就挂上去了。所以我觉得男人可能有个共通的问题，就是虽然该做，但是好像做的不是很好。我也从来不会煎鱼，我的鱼都是用蒸的。男人做家事的通病，会做但是很青菜。所以男人应该要去学做家事，那迟早搞不好有一天这就是你的工作了。对，男人应该学做家事，但是我发现今天其实我原本以为是我的问题。因为像我做晾衣服也是随便就挂上去了。所以我觉得男人可能有个共通的问题，就是虽然该做，但是好像做的不是很好。我也从来不会煎鱼，我的鱼都是用蒸的。那就是我们从小的训练可能还是不够，你们都是半路杀出来的。十四号的爸爸呢？我觉得一个家庭的家务事跟家庭经济，应该是家夫妻共同分担，尽力分担。那在经济许可的情形下，另一半做不做外面的就业不重要，但是。如果说可能的话，应该男人能尽量的多付出一些心力比较好。在哪里付出心力？家务事方面。哦，付出心力，但是不要全心投入。全心投入的是事业。哦，全心投入是事业。好，家庭跟事业还是分开。阿福呢？我是觉得就是工作上、经济上跟家事其实是同等的重要了。那现在双薪家庭。就是大家要互相帮忙，像我们有小孩，我们四个都有小孩，我们本来想找保姆，但是后来看了很多社会新闻，还是决定自己带。但是就是双方要去调配那个时间，还有你的工作性质上，像我是后来才做这个，我现在在房仲业，我后来才做这个工作的。那它的优点就是说时间比较弹性一点，我们也有想到。后来我们会有小孩，然后需要去照顾小孩的状况，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夫妻互相去协调。对，我觉得是很弹性。看来这是一个趋势。我想最后一个问题，我们就请教大家。那既然如此，是不是挑太太选先生，最好还是挑爱做家事的？是不是？是的话，请答圈。既然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大家挑太太选先生，是不是最好找爱做家事的？是的话，请答圈。未来。挑你的另一半，要不要考虑他爱不爱做家事呢？好，我们就以这个答案来作为今天节目给您奉上的献礼。再会。谢谢啊。